早前有消息称，方医院的女子森蝶不慎骨折。近日就有网友拍到田亮去学校接女儿森蝶放学，从图中可以看出，森蝶手臂依然打着石膏，羽绒服都无法穿好，半披在身上，空着一条袖口在空中晃荡。因为森蝶伤势未愈，田亮一路细心呵护为女儿拎包，一路上小心呵护，上车前还调整座位让森蝶坐得舒服一些，在餐厅时也是寸步不离身，可谓十分体贴了。网友也纷纷评论，小森蝶要快快好起来啊，也有调侃的称，为啥我的第一反应是右手，不用写作业了。想获得更多独家娱乐资讯，欢迎关注优酷土豆娱乐微信公众号，微博搜索优酷娱乐全娱乐早八点，来看更多八卦猛料，还有超多明星周边和签名福利等着你，据说长得好看的人都在关注哟。这世界很酷。